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班尊，我是阿米，今天咱们就来尝尝阿米的手艺。今天想请我吃什么呀？做个爆炒姜丝，那得放点韭菜才行哦。加水，大腰子，给它清洗干净。闻着好味儿啊，这味儿还挺上头。接着，包工不错嘛，小伙子。毛毛雨呢？你广东话说的比你普通话说的要好。海呀海呀。加入清水冲洗，多洗几次，洗到水变清澈了就可以了，捞出备用。放入盐巴、料酒、生粉腌制一下。咱们来准备点配菜，韭菜切长段，泡椒、泡姜切小粒粒，再放入豆瓣酱。配菜中放入盐、鸡精、白糖、香醋一点，少量生抽。这个菜讲究一锅成菜，挨着放的话是搞不赢的哈，老辣。少油，爆炒的菜油要多点啊。八成油温下入腰花，闻起来味道还不赖啊，熟了吧？熟了，一会儿尝尝我的手艺吧。好吃。色拉油、肥猪油、大葱、生姜、花椒、八角、干辣椒，半勺黄豆酱，炒出香味儿。鱼杂、生抽、蚝油、鸡精、白糖、胡椒粉，来一丢丢盐、清水，一瓶啤酒，小火烧15分钟。香不香？香了一批。青红馅椒，一把香葱 ，OK， 出锅。我的爆炒腰花，我的酱嫩鱼杂，我先来尝尝你的吧。那我先尝尝你的啊。嗯，这个腰花炒的好嫩呐。嗯，这鱼杂也很香啊。我刚才已经闻到了，刚才闻到已经受不了了。这个韭菜也是啊，你们看，姐妹们，这里边好多鱼杂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两个菜了。这俩菜是真下饭，一会儿我再给你来一碗啊。嗯，我还是吧。
啊，今天是你的大队友，还想让大人吃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拜拜。